Dory 超爱的，试验一下 ，Dory。他超级爱的，我昨天已经吃完一大盆，超萌的。今天要吃全酒，两瓶嘞，那我等一下就喝醉了。我嘞，我好，现在是想。陈立不会吃，他只是来退休的，凑热闹的。煮法绝对不是最正统的，但一定要好吃。黑麻油香、老姜的香气，再加上我最爱的红枣，炖煮时间可以再长一点，这样的肉质会更鲜嫩，汤头也会更浓郁。除了香菇白菜们，这次还加入了在全联买到的腐竹。第一次尝试喜宝汤汁的腐竹，吃起来真的很满足。有机会你也该试试。这锅老公煮的暖心的麻油鸡大餐，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庆祝的大餐。不知道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是怎么过的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